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姐，你是 Greek Car Toys 对不对？对 ，Greek Car Toys， 你好，我是 Greek Car Toys 的设计师王总宁。可以介绍一下你的产品吗？可以啊，这一款是我目前主打的一款形象 Carly， 然后这一次有请了很多的国外设计师来帮我们涂装，然后中间这位是挪威的艺术家 Remedy 帮我们涂装的。然后 Remedy 对 Remedy 对，然后这边是那个英国的一位艺术家，叫那个专门涂星空特别著名的那个，然后这一款是那个香港的设计师野谷的设计师，野谷的设计师周东冠印的，对对对对，然后这一款是那个台湾的那个 Vivian 对，然后这些都是他帮忙涂装的，这些都是他帮忙涂装，对对对，然后这些是他们新风的那个帮忙涂装的，对。那这一次你们有什么新的产品呢？对，新产品目前是这一款狗头肌肉人，然后还有一款这个 Appy， 就猿人 Appy，这一款是我目前做的一偏怪兽级别的一款。明白。为什么做这个狗头进入人呢？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？就是我跟我一个朋友，一个原画师的朋友合作的，他比较喜欢肌肉男，然后自己画的。那个是女的对不对？男的比较喜欢肌肉。他比较喜欢锻炼。明白。然后他自己画了一个原画。然后我来去制作原型，然后到生产，然后有工作室一块去这样推广这款形象，然后还有一款中号的，就是一块手举起来的一个形象，然后这个是它的周边，就一个狗头套，就是一个纸套那样，对，然后还有一款，这款就是就上次发开酒就。9月2号发开酒，然后在上个星期日，对对，上个星期日刚好在发个酒发了几次，然后还很受大家欢迎的。太好了，对对。然后还有一款这个小恐龙，就是也是我最近的新品。也是新品。对对对。我看见你把这是常加的颜色，就是咸粉啊，加上对对，这加了这个树体里加了一个珠光粉，然后再在上面喷上一些就比较亮的颜色。然后那款是我跟小 Q龙做的合作，我来涂装的。你来涂装，所以你同事也是一个涂装师嘛？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这边还有，这边都是我自己涂装的。像这三款，就有赤乐工作室金，这一款是金发涂的，然后后面是拆猫涂的，然后那个是他的另外阿成，就他们三个设计师各挑了一款，然后来涂。这些就是我涂装的，所以就算是一个 crossover 吧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就是我自己这次主要的目的就是找各种设计师来合作，这样。好，谢谢你啊，麻烦你。